蔡英文的新政府只剩不到两个星期就要上台，他也将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向原住民道歉的总统。我首先要以总统的身份代表整个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族正式道歉。但国家究竟应该为过去什么样的政策或是行为道歉？之前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？而国际上其他国家元首又是如何跟原住民族进行和解？请锁定本周六晚上7:30到9:00，部落大小声。